现在乐队拯救区考核正式开始。现场都被你们给轰炸了，我的关注只在你身上。我先拿了吧，我先把那个东西拿了吧。小怀给我。各位队长请注意，接下来队长们将拥有的权利。太残忍了，这个节目真是太狠了。绿色的眼睛和弥漫的空气没关系。我真的很纠结，所以我决定。Oh my god！ 我觉得到最后以这种方式，我不喜欢，真的不喜欢，抱歉。我可以退出吗？